无德无说分第七。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焉？如来有所说法焉？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在这一品中，佛开始反问须菩提。佛这次说法呢，源自于须菩提提的问题，即众生要发心求取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应怎么样修才能令心安住，没有烦恼障碍，迅速成就。佛讲了几点，如要不着相行愿，不住相布施舍离，要不着身相界性，而且一切无定相，佛法也无定法，不要执着佛相和佛说的法。弟子们听到这儿，应该在头脑中有一条获取佛果的正确途径了，但也许又增加了有果未可得、有法可得之心，还未马上放下一切，立刻动悟性空之理。故现在佛突然反问须菩提，当然也是在问在场的众弟子，你们心中要成就佛果，但你们认为如来真有佛果可得吗？我刚才或平时真有定法可说吗？须菩提在大弟子中号称解空第一，他当然明白佛这样问的用意，马上说从我对佛所说一切的理解，并无一个东西叫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并无一种定法叫佛法是如来每次要讲的。如来所说的一切道理法门，都是对应大家的执着而做的方便开示。如医生因不同的病开不同的药，故佛法并无定法，众生也不应该知取哪一种法是佛法。最高真理本不可言说，众生不再着相，放下一切执着，回归本源就是。如来所有言说只是指引众生回归的航标，众生不应以为有法可得，也不应否定佛法，认为没有正知见的指导，不需要修正就能回归。佛在此反问须菩提和众弟子的问题，也是在反问我们现在正在听经的同学，在你的心中现在是否想着我再修几年就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佛果可得到？现在正在获取佛法，就像你通过学习会获取一个博士文凭，或可以学习后掌握一门叫无上正等正觉的理论道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无佛果可得，如来无定法可说呢？因为众生本来都是佛，众生现在所有的执着轮回求道之路都是做梦。比如一个人躺在床上做梦，梦中他变成了猫狗或行了万里路，看了许多风景等，当他醒来时，他仍然是原来的他，他并未变成另一个人或什么东西。众生成佛也是这样的，众生放下执着后心不再取向，马上从梦中醒来，自然回归到本有的佛性，并不是从众生变成了一位佛，或者从凡夫修出了一个佛果因此成了佛。所以说如来最后无所得，也并无一个辉煌的至高无上的佛果等着众生摘取，如来也无所说，众生不要执着佛法。如来是真空，真空没有文字语言眼耳鼻舌身意，所以如来无所说。而每一位众生放下分别执着，回到真空境界后，就能明白曾经所有的执着分别，甚至行菩萨道布施发愿的，都只是众生执着时的错误认知。比如一个人眼睛病了，在空中看到一朵花，他不断地问佛，这朵花怎么生出来的？开花需多久啊？
为什么是红色的，为什么与别的花不同，什么时候会凋谢。佛像医生如果他与你谈论花的问题，只是为了你能信任他，安住在他身边治疗你的眼睛，等你病好了，花即不见了。你也不再较真说花是真的假的，别人说假的时，你据理力争，或者脑中反复思量到底是实是虚，是真是假。你曾经与医生其他人探讨的所有关于那朵花的问题，大家也可以心照不宣，一笑置之了。众生也本性是如来，本性是真空，之所以认为自己是众生，与佛不同，也如病眼看花，未见到真相。等众生放下执着，不着相时，病就好了。众生相与佛相都如那朵花不见了，你与佛本来没有什么不同，你本来就是。那时所有要成佛要行菩萨道的这些概念行为，都像医生与病人谈关于花的问题，目的只有一个，你安住在佛的界地中，从所有执着取舍堆积成的众生梦中醒来。所以如来并无所说，如众生执着佛的语言文字是无法回归真空之境的。在这一品中，当佛翻问须菩提问题时，如果众生心性清净，可以看到佛一直安住在真空无为的境界中开示，希望众生从迷梦中醒来。众生迷时，佛与佛法也是他梦境的一部分。所以佛最后肯定了须菩提的回答，并说这世界所有的圣贤其实都一样，他们在这个世界对众生说种种不同的法，写种种不同的相，其实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都是立足在真空的境界中示现出种种差别。原话是一切邪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在此处无为法并非是指相对有为法而建立的概念，指的是如来的万法本来不生不灭清净无为的真空境界。